자, 1과부터 6과까지 실력 회화를 제가 한번 읽어드리겠습니다. 그런 다음에 여러분들이 한국어를 보고 중국어를 한번 말하기를 연습하겠습니다. 중간고사 금방 끝났기 때문에 그래도 좀 기억하지 않을까 싶습니다. 자, 한번 중국어 따라 읽어보겠습니다. 老师好，你好，请进，请坐，谢谢老师，这是我的作业。好，老师您贵姓？我姓全。你姓什么？我姓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金英美。老师是哪国人？我是中国人。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认识您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老师身体好吗？我身体很好。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我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好。老师忙吗？我很忙。你忙吗？我不太忙。你去哪儿？我去图书馆。您去不去？我不去。我回家。这位是谁？这位是李老师。那位是谁？那位是我姐姐。这是什么？这是书。这是什么书？这是汉语书。汉语难吗？不太难。那是什么？那是手机。那是谁的手机？那是我的手机。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二。现在几点？现在2:15。今天几月几号？今天5月5号。昨天几月几号？昨天5月4号。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3月30号。明天见，明天见。까지 하겠습니다. 자, 그러면 여러분들이 한국어를 보고 네, 한번 진행을 해보겠습니다. 첫 번째 파트, 송하연, 리헝퀘. 자, 읽어보세요. 老师好，老师好，请进，请坐。谢谢老师，这是我的作业。好，老师您贵姓？我姓建，你姓什么？我姓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浩源。老师是哪国人？从老师是哪国人开始哈，金炫佑、李爱勇，来做一下。金炫佑、金炫佑、李爱勇，老老师，师是哪国人？我是中国人，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老师身体好吗？我身体很好，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我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好，老师忙吗？我不太忙，你忙吗？啊，不，啊，其实很多。我很忙，你忙吗？我不太忙。네, 여기까지. 네. 자, 다음. 상관없어. 내 걸로 해도 됩니다. 자기 걸로 해도 돼요. 下面, 金惠成, 金娜妍. 你去哪儿？你图书馆？你去不去？我不去，我回家。这位是谁？那位是李老师，那位是谁？那位是我姐姐。这是什么？这是书。这是什么书？这是汉语书。汉语难吗？汉语不太难。
很好哈，下面做个什么行不行？都金阁彬、宋浩元、宋浩元 B 하겠습니다。네, 여기부터 시작하세요. 那是什么？那是手机。那是谁的手机？那是我的手机。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一。现在几点？现在2:10。接下来下面，李恒奎、金炫佑。오늘 날짜로 변경해야 됩니다. 자기 생일, 실제 생일 날짜. 네. 리 恒奎. 네, 잠시만요. 今天几月几号？今天5号，5月6号。昨天几月几号？昨天5月5号。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7月9号，明天见。明天见。在几月几号？月하고号는이성이아닌둘다이성으로읽고있어요。今天几月几号？今天5月6号。昨天几月几号？昨天5月5号，사성입니다. 사성 几月几号？내용은 다 맞았는데 月号가 발음이 이성으로 하니까 지月几号, 그렇죠? 5月6号 이렇게 됩니다. 자, 이거 한 번만 다시 읽어주세요. 사성으로. 자, 두분한번더 읽어주세요. 今天几月几号？昨天几月几号？네, 네, 그 B도 같이 읽어주세요. 今天5月5号。今天五月六号，今天五月六号。今天5月6号。네, 그 다음 어제 몇월 며칠 읽어주세요. 昨天5月4号。昨天五月四号啊，五月四号。你说昨天、今天几月几号？昨天几月几号？今天五月五六号，昨天五月五号。이렇게사성으로읽어주면좋겠습니다。그다음생日啊，生日，你的生日멈췄다가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뭐七月几几号？이렇게。자, 그러면 한글 보고 한번 읽고 6과 정문에 들어가겠습니다. 老师好，你好，请进，请坐，谢谢老师，这是我的作业。好，老师您贵姓？我姓全，你姓什么？我姓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金英美。老师是哪国人？我是中国人。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认识你很高兴，认识您我也很高兴。老师身体好吗？我身体很好。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我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好。老师忙吗？我很忙。你忙吗？
我不太忙。老师去哪儿？哦，你去哪儿？我去图书馆。您去不去？我不去，我回家。这位是谁？这位是李老师。那位是谁？那位是我姐姐。这是什么？这是书。这是什么书？这是汉语书。汉语难吗？汉语不太难。那是什么？那是手机。那是谁的手机？那是我的手机。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三。现在几点？现在10:18。今天几月几号？今天5月6号。昨天几月几号？昨天5月5号。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3月30号。明天见，明天见。날짜 요일 시간은 그 상황에 맞게 그대로 네 맞춰주면 되겠습니다. 자, 1과부터 6과까지 저희들 한번 같이 연습을 했고요. 이번에는 6과 연습 문제에 앞서서 6과 한번 읽기를 하게 해보겠습니다. 진쉔요, 리아용, 회화 1 읽어주세요. 제가 먼저 시작할까요? 진쉔요. 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二。现在几点？现在2点。你去哪儿？我去书店，你呢？我去学校。明天见。明天见。很好。金惠成、金娜妍，再读一遍。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二。现在几点？现在2点。你去哪儿？我去书店，你呢？我去学校。明天见。明天见。자 학교 学校学校啊，한번따라해보겠습니다。学校，学校。金娜妍，한번읽어주세요。네，다시요。学校。네，学。지치시 뒤에는 위가 올 수가 우가 올 수가 없어서 위 발음입니다. 쉐, 외, 외. 그래서 시, 외, 쉐. 쉐샤. 학습하다. 그렇죠? 학교, 쉐샤. 아, 我去学校。 이럴 때는 다입 모양 앞으로이기 때문에 천천히 읽으세요. 我去学校。 아, 我去学校。 저희들 처음 연습할 때는 빨리 읽는 게 하나도 중요하지 않아요. 대신 끊어야 될 곳은 정확하게 끊어줘야 돼요. 예를 들어서 我去 그다음 끊었다가 学校 이거는 상관없는데 我去学校 이렇게 하면 안 되죠. 네. 그래서 我去学 하면 나는 공부하러 간다. 나는 학습하러 간다. 그럼 校가 이상한 단어가 되니까 我去学校 我去学校. 자, 뒤에 걸 읽어보겠습니다. 징그빈, 혼자서 읽어주세요. 今天几月几号？今天4月9号。昨天是我的生日。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10月5号。今天안에今天今天그다음마지막거볼게요我的生日日啊我的生日그다음여기에두에는是지치시지치시日日하고是时이건다입모양이같습니다거의그모음은같아요그래서我的生日是10月5号이럴때는여기에서두번멈추면좋아요.我的生日멈췄다가是멈췄다가10月5号10月5号啊，我的生日是
10월 5일. 징거빈 한 번만 더 읽어주세요. 마지막 구절. 我的生日是10月5号. 네, 잘 읽은데 日가 아직도 안 됩니다. 으 발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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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네, 으로 발음했는데 생日. 자, 그러면 여기부터 다시 한번 제가 읽고 연습 문제 넘어갑시다. 今天几月几号?今天4月9号。昨天是我的生日。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10月5号。 好，我们来看绘画一。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二。现在几点？现在两点。你去哪儿？我去书店。你呢？我去学校。明天见。明天见。我去여기도멈춰서学校이렇게멈추다자연스럽게되면我去学校，我去学校이렇게발음나오게됩니다。자연습문제통해서더연습해보겠습니다。여기보면보충단어가있죠北京大学다음단어는清华大学자요두대학교가어떤구별이있습니까北京大学어디있을까요北京大学北京수도니까여러분다아시죠北京大学北京에있겠죠자清华大学는어디있습니까네자北京大学北京중국의수도清华또마찬가지로베이징에있습니다중국은베이징같은이지역은정치경제교육굉장히수도기때문에한국도마찬가지서울에굉장히많은대학교가유명한학교가같이있는것처럼중국도베이징에굉장히유명한명문대가많이있습니다자베이징대학교는종합대학둘다종합대학이지만베이징대학은최고문과생들제일가고싶은대학1위그래서베이징대학그다음칭화대학은이공대생공대생들이그러니까이공계하는학생들이제일가고싶은대학1위입니다자이두학교는여러분나중에베이징에여행을가게되면꼭가보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역사는100년넘었고요또이학교의유물들이굉장히많아요학교가딱거리하나를두고있습니다거의칭화대학정문이랑베이징대학동문이거의비슷하게있는데좀사각선을있지만걸어서뭐한눈에보일정도로네굉장히가까운거리에있고요이학교에서한15분정도한5정거장정도넘어가면이화원이있습니다그럼베이징에놀러가면와리장청자금성만리장성이화원을보통많이가는데이화원에가는도중에베이징대학칭화대학한번둘러보면좋을것같습니다근데학교캠퍼스가굉장히큽니다칭화대학는캠퍼스내에차가순환차가있기때문에차를타고돌아대고요베이징대학는그냥딱들어가보면두학교가느낌이달라요하나는공대란느낌이느껴지고하나는문과대학이라는느낌이딱보여집니다그래서두학교를그냥뭐사차치볼수는없겠지만그래도느낌으로보시면어떨까이렇게생각합니다그래서지역베이징대학칭화대학자그럼우리홍대뭐라고합니까홍대홍익대학교중국어로할때저희학교지금오프라인으로수업을가게된다면이번학기는오프라인수업이없습니다아쉽지만자뭐라고합니까한국은대학교라고얘기합니다그래서저희는또우리하고연관되는학교이름은알아야되겠죠그렇죠그러면몇개봅시다홍익대학교홍익대학교홍이네大学만약중국에서얘기하면홍익대학까지얘기합니다근데한국에서얘기할때는학교까지얘기합니다홍익대학교그래서저희학교에서교탁보면홍익대학교이렇게써여있는데이거는간체자고요번체자를학교란앞에는똑같은데학교번체자는별도로사용을합니다그래서홍익대학교그런데저희만약중국어를한다면나는홍익대학교학생이다이럴때는我是弘毅大学学生我是弘毅네弘毅大学的학생学生그럼저는뭐죠我是弘毅
大学的，我叫汉语老师，对叫汉语老师，네이렇게얘기할수있습니다네다음홍익대학외에도한국에도뭐가있죠서울서울시서울그럼서울대학서울대학또이또무슨대학있습니까高丽大学그렇죠高丽大学延世大学응延世大学延世大学다음또梨花女子大学梨花여자대학叫釜山大学뭐다는아니래도여러분들이필요하다고생각하는대학교이름은몇개기억해주면좋습니다시제네연세대학교이렇게네그리고우리학교옆에좀가까운곳에뭐가있습니까리화女子大学이화여대가있죠네홍대랑이화여대는외국분들로굉장히와서이렇게둘러보는곳이기때문에我是弘毅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旁边有梨花女子大学，이렇게얘기할수있습니다。자그러면연습문제들어가보겠습니다 第一个，金阁宾，자해봅시다。읽어주고답해주세요金格斌김예빈이게明天인가요昨天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二昨天아니라昨天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二很好，下面金纳言。昨天星期二，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几？行，可以哈。下面金惠成。昨天星期四，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下面李爱勇。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五。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五。昨天만약내가다른질문을한다면昨天是星期五吗昨天是不是星期五昨天不是星期五吗이렇게질문할수있죠원래는시가있는데긍정문엔보통시를뺍니다근데다른문형에서는시를댈수있으면넣습니다자下面金炫佑下一道题今天几月几号今天五月六号今天五月六号很好李恒奎明天天几月几号明天几月六七七七号七号明天几月几号明天몇월이라고요五月五月七号明天五月七号啊明天五月七号很好下面宋浩源你的生日几月几号我的生日六月十五号应该是你的生日是그렇죠你的生日是여기하나빠졌어요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那我的生日是六月几号十五号十五
号啊，十五号，我的生日是六月十五号，很好。下面，金格斌。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的生日是？昨天？你的生日是昨天？嗯，무슨말이에요？질문아닌데你的生日是昨天吗되죠你的生日是昨天吗그러면이사람이我的生日不是昨天明天是我的生日이렇게답할수있어요아니면明天是你的生日吗이거돼요明天是你的生日吗明天是我的生日자下面金娜妍第二是爸爸的生日。星期二是谁的生日？嗯，非常好。星期二是谁的生日？星期二是爸爸的生日啊，爸爸的生日。金惠成。十四号是妹妹的生日。妹妹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啊，妹妹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啊？妹妹的生日是，几月几号？이거되는데순서를안바꾸는게좋아요几月几号是？妹妹的生日이렇게하면되죠네下面金炫佑星期五姐姐去书书店书店星期五姐姐去书店星期五，阿奇呢？星期五，다른걸고치지말아야죠星期五，보세요星期五，만약날을사용하고싶으면星期五姐姐去哪儿？그렇죠他去哪儿이러는거아니라질문할때그대로빠지안되지않습니다리아이용下一个星期六他去哪儿星期六他去李老师家星期六他去哪儿星期六他去李老师家可以接下来李恒奎李恒奎이형규네네네마이크를킨지몰랐는데그现在老现在老师去北京大学大学现在老师去北京大学现在老师去哪儿现在老师去哪儿你们现在谁去北京大学이것도되죠下面宋浩源
10点我们去清华大学。几点你们去清华大学？非常好哈，在几点你们去清华大学？那十点啊，你要四点，四点我们去清华大学。几点你们去清华大学？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点啊，四点，我把它们做起来是要。자다음대화완성하기입니다。来读一下哈，金格斌、金娜妍来读一下。现在，김예빈、김나연읽어주세요。今天几月几号？今天5月5号。明天星期几？明天星期四。今天是你的生日吗？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10月8号。现在几点？现在2点。你去哪？去学校。자잘 했습니다. 자 여기에 한번 쭉 읽을게요. 제가 그냥 今天几月几号? 今天5月5号. 明天星期几? 明天星期四.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的生日是9月8号. 现在几点? 现在2点。 你去哪儿？我去学校。星期四，사성입니다。学校，이것도사성이에요。자，시간상다음으로넘어가겠습니다。자，金惠成，1번。3点我们见。几点你们几点？三点我们见。你们几点？你们见？三点두가되죠？我们三点见，你们几点见？다됩니다。很好，下一个李爱勇。星期二他去学校。星期二他去哪儿？很好，星期二他去学校。星期二他去哪儿？下面，金炫佑。昨天是我的生日。昨天是你的生日吗？昨天是我的生日，昨天是你的生日吗？非常好，李恒奎，明天。4月，4月。四月，4月3号。明天几月几号？明天几月几号？明天4月13号。宋浩源。我2点去书店，你2点去哪儿？很好，我2点去书店，你2点去哪儿？
两点我去书店，两点你去哪儿都可以。第六道题，金格斌。星期六是姐姐妹妹的生日，星期六是妹妹的生日，어떻게고칠까요？질문만약시간에대해질문한다레오에대해질문한다면어떻게할까요星期숫자에대한질문은레오를뭐로바꾸면됩니까星期几네그다음나머지는그대로뺏기면되죠읽어주세요星期几是星期几是妹妹的生日吗？마가들어가면안되죠이문대명사들어가면마못들어갑니다星期几是妹妹的生日？자그런데제가妹妹에대해서질문하고싶다그러면星期六是누구谁的生日？이문대명사가들어가면이문대명사들어간문장은마가들어가면안됩니다마가들어가면이문대명사가못들어갑니다이문대명사가뭡니까누구谁그다음무엇什么어느나라哪国人어느나이런단어그다음뭐우리가배운지금배운몇几이런단어가이문대명사이단어가들어가면마가들어갈수가없습니다아니면마가사용하고싶다그러면星期六是妹妹的生日吗이렇게물어보면됩니다星期六是妹妹的生日吗자번역들어가겠습니다진나연今天几月几号今天五月六号자사성강하게읽었어요今天几月几号今天五月六号六号月六号다사성입니다今天五月六号金惠成明天是我的生日明天是你的生日吗明天是你的生日吗可以啊下面李爱勇。现在几点现在10:45자现在几点现在10:45아니면7과에서곧분자가배웁니다现在10:45可以哈接下来金炫佑他两点去书店他两点去哪儿下面李恒奎明天见明天见很好下面宋浩源星期三见见哪里的见星期三见啊星期三见他높은성적입니다很好接下来看最后一道题마지막문제입니다金格斌今天几月几号今天五月六号嗯
今天几月几号？今天五月六号，很好。金娜妍，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三。哦，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三，很好。金惠成。你星期几去学校？我星期一去学校。嗯，你星期几去学校？我星期一去学校。很好。下面李爱勇，明天几月几号？星期几？明天五月七号，星期四。嗯，明天五月七号，星期四，很好。下面金炫佑，这是谁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嗯，这是我的手机。李恒奎，现在几点？现在10:48。嗯，四八号啊，你的四八。48。对，48。네하아닙니다꼭쓰려면分을사용해야됩니다现在10:48。嗯，很好。宋浩源。2:00我去书店，你呢？2:00我不去书店，我回家。嗯，2:00我不去书店，我回家啊。완벽한답을줬습니다非常好哈。자마지막金格斌。星期现前，答拜见。제가답을써줬는데星期天见，星期天见，일요일뵙시다。네，일요일뵙시다이렇게합니다자이렇게해서6과연습문제를쭉한번풀어봤고요뒤에는이따라쓰기는이대로쓰세요저희는쓰기를사실그연습문제쓰는것만제가체크하기때문에여러분좀쓸때최대한요순서대로써주시면되겠습니다자이번주과제입니다6과연습문제를연습문제를다풀어서사진찍어올리고6과부터시작은항상1과부터시작한실용회화를녹음해서올립니다아시겠죠그래서과제올리는거는중간고사하고상관없습니다저희들반복연습계속하기위해서그리고지금부터는제가발음교정계속들어가요여러분들이지금이제는거의틀린부분은계속틀리기때문에이렇게발음교정을해서이번학기끝날때까지네최대한정확하게발음할수있게지도할예정입니다자다음주는7과를들어가고중간고사관련해서다음주에간단하게브리핑을하겠습니다자질문있으시면여쭤보세요없으면여기에서수업마치겠습니다